睡了大概前三天睡了20分钟，今天下午睡了3个小时，是我睡得最多的时候，我已经很快乐了。我觉得我人不需要睡觉了，我很快乐，我现在整个人很兴奋。现在是凌晨几点？3点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太快乐了。看看大家都很兴奋，困吗？是不是一点都不困？不困，我觉得不需要睡觉。对，人不需要睡觉了。我经过这么一段时间里面，我终于感受到了，其实人可以不用睡觉。以前我有室友熬夜的时候，我都告诉他，我说你千万别熬夜，对身体不好。现在我都熬这么多天，身体还好好的。看看啊，现在是凌晨4点多，我们刚刚排完练，然后现在要来干，要来这个走台彩排了，人就不用睡着这个觉。但是我们很快乐，我根本不困，一点都不困。对，而且要没有这口气，我们就还是会困。但现在你看，现在成局满满的正能量，你看这样，哎呦天，太精神了，满满的正能量。你看，一点不困，眼睛睁的比平时都大。Hello， 满满的正能量，不睡觉人可以不用睡觉了，很快乐，真的。满满的正能量。